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统计学第三章的内容，统计数据的特征描述。家有儿女，有一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学渣刘星趾高气扬地说，这次数学我考了78分，超过我们班平均分1分，我在班里是中上水平了。学霸小雪立刻反驳，哼，什么中上水平，全班30人，27个人80分以上，一个2分，一个10分，倒数第三还差不多。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78分，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对问题的实质反应也不同。小雪、刘星，到底谁使用的统计方法适合上述问题呢？相信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就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同学们，前面我们介绍了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显示。统计数据经过整理与显示后，我们对数据分布的类型和特点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只是表面上的。要进一步掌握数据分布的特征和规律，还需要找到反映数据分布特征的各个代表值。统计中对数据的特征描述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集中趋势的描述、离散程度的描述以及分布形态的描述。本章讲解的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可以反映数据向其中心值、平均数靠拢或聚集的程度。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可以反映数值远离其中心值、平均数的趋势。数据分布的偏态和风度可以反映数据分布的形状。这三个方面分别反映了数据分布特征的三个不同侧面。本章我们主要介绍集中趋势、离散程度、分布形态这三个方面测度值的计算。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介绍平均数、众数、中位数和分位数。离散程度的测度值主要介绍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布形态的测度值主要介绍偏度和风度。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集中趋势。从定义上来看，集中趋势是指一组数据向某一中心值靠拢或集中的程度。测度集中趋势，也就是寻找数据一般水平的代表值或中心值。在实际应用中，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是为了表示社会经济现象总体各单位某一标志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达到的一般水平。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包括平均数、众数、中位数和分位数。在集中趋势测度值中，我们先讲解最常用的一个平均数。根据定义，平均数就是全部数据的算数平均，可以概括地反映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平均数一般用 x8 来表示，它主要适用于数值型数据，但不适用于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平均数常用的三种形式包括算数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是否经过整理，我们可以将平均数分为简单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两种计算形式。所以三种平均数每种有两种形式，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6种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在平均数中，算数平均数是同学们最熟悉的一种，尤其是简单的算数平均数，中学教材里就有这个知识点，非常的简单。简单算数平均数就是全部数据的算数平均，适用于未经分组整理的原始数据资料，就是直接将各个数据相加，再除以数据个数，其公式如3-1所示。试中 x1、x2、xi 是一组样本数据的观测值， n 为样本容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1， 某班级20名学生的期末成绩如下，求该班学生的数学成绩的平均数。根据简单算数平均数的公式3-1，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然后除以数据个数20，即得到了该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是70.8分。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比简单算术平均数要复杂一些，它是通过各组标志值
与各组频数相乘的总和除以各组频数之和得到的。适用于已经分组整理并编制出频数分布的数据资料，其计算公式如3-2所示。式中 xi 是单项式分组形式下第 i 组的变量值，或组句式分组形式下第 i 组的组中值。fi 是第 i 组的频数， fi 除以西格玛 fi 是第 i 组的频率， n 为组数。加权算入平均数的计算，给同学们讲两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3.2。表 2-8 是职工家庭人口的频数分布表，要求我们计算某单位职工的平均家庭人口数。根据之前学过的知识，我们知道对于数值型的数据进行分组有两种方法，单项式分组和组句式分组。表 2-8 显然是一个单项式分组对应的频数分布表，为了计算方便，我们构造了一个辅助计算表 3-1。 辅助计算表中增加一列 xi 乘以 fi 除以西格玛 fi， 并计算出每组相应的值。另外需要同学们注意，频率列用频率的实际值。根据公式 3-2， 平均数等于新增加这一列所有数据之和，等于 3.487， 所以某单位职工的平均家庭人口数是 3.487 人。第二个例子，例 3.3， 根据表 2-9 中的数据资料，计算某单位某种产品的平均销售量的近似值。不知大家看出来没有，这个例子和上一例子不同，表 2-9 是一个组句式分组对应的频数分布表，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同样也构造一个辅助计算表，如表 3-2 所示。表中我们增加两列，一列是组中值，因为对于组句式分组来说，我们一般用组中值来代表这一组，它就是我们公式的 xi。 对于闭口组来说，组中值 xi 为上限加下限除以2，即第一组的组中值为140加150除以2等于145。另外增加的一列仍然是 xi 乘以 fi 除以西格玛 fi， 频率列还需使用频率的实际值。根据公式 3-2， 我们把 xi 乘以 fi 除以西格玛 fi 这列所有数据加起来，就得到平均销售的台数为 185.003。 在实际问题中，由于所获得的观测数据有时不能直接采用算入平均数的计算公式，因此可以使用调和平均数的形式。同样，调和平均数也分为简单调和平均数和加权调和平均数两种形式。简单调和平均数是各个观测数据倒数的算入平均数的倒数，适用于未经分组整理的原始数据资料，其计算公式如 3-3 所示。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4。 某超市香蕉、梨、苹果某日的销售价格分别是 1.5 元美金、0.7 元美金、1.2 元美金，若三种水果各买3元钱的量，求该日三种水果的平均销售价格。这道题我们可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从价格的实际意义出发，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根据已知条件，我们知道销售额等于3+3+3等于3×3，销售量等于3×1.5加上3×0.7加上3×1.2等于3×(1.5)/1加0.7/1加1.2/1，故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等于3×1.5加上0.7/1加上1.2/1，约等于1.02元美金。上面在计算的时候，不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上面的公式最后简化之后
它的形式和简单调和平均数公式3-3完全一致，所以这个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调和平均数的例子，直接使用公式计算即可。加权调和平均数适用于已经分组整理并编制出频数分布的数据资料，其计算公式如3-4所示。式中 MI 表示第 i 个单位或第 i 组标志值对应的标志总量，当各组标志总量相等，即 M1 等于 M2 等于 MN 等于 M 时，公式3-4就简化成了公式3-3的形式，即简单调和平均数的公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5。 某超市香蕉、梨、苹果某日的销售数据如表3-3所示，计算三种水果该日的平均销售价格。同样，此题我们也可采用两种方法。从平均销售价格的实际意义出发，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根据已知条件，销售额等于4500加3500加7200，而销售量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价格，等于4500除以 1.5 加上3500除以 0.7 加上7200除以 1.2。 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故平均销售价格等于4500加3500加7200除以 1.5 分之4500加 0.7 分之3500加 1.2 分之7200，约等于1.0857元美金。同样，大家在上面的计算过程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公式的影子，就是加权调和平均数公式3-4。所以这个例题就是一个加权调和平均数的例子，直接使用公式计算即可。现在同学们和我一起做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把刚才的那个例题变化一下，我们根据销售价格、销售额计算出三种水果的销售量，可以吗？好的，经过计算，香蕉的销售量是3000，梨的销售量是5000，苹果的销售量是6000。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题变化一下，若已知销售价格和销售量，把销售额这个已知条件去掉，求其平均销售价格。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用上面我讲的方法算一算，你会发现这个题刚好可以用加权算术平均数公式计算，而且计算结果恰好也等于 1.0857 元美金，和上面那个例题的结果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调和平均数实际上就是算术平均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是二者计算时使用了不同的数据，也就是已知条件不同而已。在求平均价格问题中，如果已知价格和销售额，我们就使用调和平均数计算；如果已知价格和销售量，我们就使用算术平均数计算。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根据分组资料计算平均数时，若已知条件为各组的变量值 xi 及其各组变量值总和 mi 时，可采用加权调和平均数法计算平均数；若已知条件为各组的变量值 xi 及其各组的频数 fi 时，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平均数。平均数的第三种形式是几何平均数，几何平均数的应用范围比较窄，用于时间上有联系或有先后顺序关系的比率求平均，通常用于计算平均比率和平均速度。同样，根据资料是否分组整理，几何平均数可分为简单几何平均数和加权几何平均数两种形式。我们首先讲解简单几何平均数。简单几何平均数适用于未分组的数据资料，公式如3-6所示。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6。 某工艺品需要经过四道工序加工而成，已知第一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 96%， 第二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 98%， 第三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 90%， 第四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 93%， 求四道工序加工平均合格率。同学们看出来没有，这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平均数算力。为什么呢？首先，这四道工序很明显有先后顺序。其次，我们要计算的是平均合格率。最后给出的数据未经过整理。因此，可根据简单几何平均数的公式3-6计算。代入已知条件，其中 N 等于 4，X1 等于 96%， X2 等于 98%， X3 等于 90%， X4 等于 93%， 最后得出四道工序加工平均合格率为 94.2%。 对于已经分组整理并编制出频数分布的数据资料，我们需要使用加权几何平均数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如3-7所示。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3.7。 某农场1993年到2004年粮食产量增加值发展速度如表3-4所示，是计算该农场这一期间粮食产量增加值的平均发展速度。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年份有先后顺序，计算平均发展速度，数据已经分组整理并给出了频数分布表。某超市香蕉、梨、苹果某日的销售价格分别为1.5元美金、0.7元美金、1.2元美金。3+1+2=11。x1=1.02， f1=1996-1993=3。同理，其他组对应的数据也可计算出来。根据加权几何平均数的公式3-7，代入已知数据，最后可以得到该农场这一期间粮食产量增加值的平均发展速度为 102.71%。 以上我讲解了六种平均数的计算方法，难点是区分算入平均数和调和平均数的使用条件。对于初学的同学，在简题时我建议先用我讲的第一种方法，从实际意义出发来进行分析。等两种平均数能够准确区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各自的公式计算了。需要说明的是，平均数是管理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集中趋势测度值，几乎任何统计推断都离不开平均数。平均数的计算利用了全体数据，但却是一个容易受到极端值影响的代表值。当数据中有极大值或极小值存在时，均值会受到很大影响，其结果会掩盖数据的真实特征，使均值失去代表性。张家有钱1000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这就是平均数描述作用失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平均数代表性的影响，一些比赛中规定，在所有裁判对某选手给出的评分中，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再对剩下的评分取平均数作为这个选手的最终得分。现在非常流行的被平均拖后腿问题反映的也是平均数这个特性。有网友开玩笑说，拿我的年薪和马化腾平均，我也能进福布斯。有钱人的生活憧憬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希望同学们明白，资源是不会平均分配的。比起均值，众数和中位数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